今天西关社火团队来到我们村里面演出。你看现在学生上学去了，没有小孩了，特别冷，村里面就这几个人。你看我们村的大戏也来了，这两天就开始唱戏了，正在搭舞台。瞧我跟你说，来把这两个，把这两个你瞧，过来吧。好，有劲吗？好，好。回来了，今天实在是太冷了。你看，娃上学去了，逛串来给开心的人都没。老师没，我喜欢我。今天晚上继续手擀面，走起来。新鲜的胡麻油，切面条，准备着火了，放着火了。花爆香，葱花小米椒面，今天的，今天晚上的葱花臊子面就好了，放上辣椒，倒上醋，看一看。这两天我们村里面要唱大戏了啊，邀请各位朋友们来我们村里面看大戏。太香了。哎呀，明天回去学了，今天酒店下的。我下午就没准备。